白内障用什么眼药水？王小棠，眼科副主任医师。目前尚没有针对白内障的特效的药物，其疗效也不确切，无法回答哪种眼药水比较好。但对于轻度的白内障或者早期白内障，也不一定要抵用抗白内障的眼药水，因为长期抵用这些疗效不确切的这些眼药水，对眼睛并没有什么好处，反而会长期的抵用会引起一些药毒性性结膜炎、角膜炎等一些不适。目前还没有针对白内障的特效药物，如果患者需要治疗的愿望比较强烈的话，可以在眼科医生的建议下选用一些相对有效的眼药水。专家提示：一，目前没有治疗白内障特效的药物，疗效也不确切。二，患者治疗的愿望比较强烈，可在眼科医生的建议下选用相对有效的眼药水。